今天我来不许你们两个有没有意见？今天我来，哼，看不起谁了？这个墨鱼仔，哎，太小了，个枝呀，这三条鱼，我牙缝都比它大，这三个鸡巴子明显就是有优势嘛，鸡巴子，你们两个谁吃的？不知道。南哥，你先去。董事，这一个墨鱼仔，小的下面必有大的，大的，大的，大的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早就同意了。按你的说法，小的肯定是大的，走你。大的，大的，真的是大的！现在咱们四个闭嘴！我先选择一个连词，我帮你选一个水母。海鲜宝，我知道这是大的龙虾。感谢我蓝哥！哇，好大的螺！完了！不少的，那找你的，我这喊你的。今天宣布个事情啊，老表今天洗碗，老婆今天洗碗，后天我洗碗，开动！我三十号由个人洗。脾气不如脾气。我赢！那我干嘛？是没了，七位。